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普化。前两天的故事里呢，我们讲到年轻漂亮的医生云舒雅，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呀就去世了，之后母亲嫁给了做生意的继父季长风。这个继父呢曾经想性侵云舒雅，母亲云小琴为了保护女儿失手杀了继父，之后他因为过失杀人罪被判入狱。在云舒雅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呢，又被教授迷奸了，之后云舒雅的内心就发生了扭曲。为了报复，云舒雅用自己配制的毒药杀死了教授，并且把尸体藏在了自己家的储藏室里面。为了报复那些不负责任的花心的男人，云舒雅用自己配制的毒药杀死了在酒吧中抛弃女朋友的李健。云小琴呢，在偶然中发现了那瓶毒药，并且把毒药换成了白开水。而云舒雅呢，还不知情。为了替当前男友抛弃的同事曲凡报仇，他故伎重演，想杀死那个负心汉杨小川。而被关在储藏室的杨小川呢，其实并没有死掉，让云小琴发现了储藏室里面的秘密。与此同时，在福利院张院长的撮合下，云舒雅认识了阳光帅气的刘飞，并且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了，两个人也坠入了爱河。被爱中的云舒雅呢，被刘飞所感染，内心起了变化，他准备向刘飞敞开心扉，也打算就此停手。可是云舒雅已经犯下了累累的罪行。胡总，这个项目的油水太少了，刘飞这小子软硬不吃啊。看来咱们是太低估他，以为他是个绣花脸，咱们得做做别的打算。胡总，那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吗？他那个工程总监应该能帮上忙。邱鹏，那可是他表弟啊。正因为是表弟，你想想，凭什么这当哥哥的啊就开好车住好房，这弟弟呢天天钻工地啊？凭什么当哥哥的就能指手画脚，这当弟弟啊就俯首听耳啊？所以说呀，他肯定是不甘心。记住这句话，人呢都是自私的。啊，有道理。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忘了我有一个小卧底在你身边？许凡这个丫头，你不让我进去啊？进来吧。咱们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我想听你的故事。你那么神秘，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了。是我的娃娃。那是我离你最近的一次，我趁你不小心就把娃娃给抢走了，拿回家里给阿姨给她做了两套新衣服，后来再去找你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。小时候我跟我妈妈一起生活，爸爸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，那个时候妈妈很忙，所以每天能听我说话的，能看我哭的，就只有他了。所以当你抢走他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我再也不会哭了。
第二天，妈妈就带着我嫁人了。你小时候总是爱穿一件白色的小裙子，那时候你小圆脸，胖嘟嘟的，但是笑起来非常好看。给那个秋鹏打一电话。谁啊？秋鹏，刘飞的表弟，工程总监。哦。我说什么呀？你就说。我自己说。喂，哎，秋总。我老胡啊，哎，这两天有功夫咱一块喝酒去啊。我还想听你的故事。今天该轮到你了吧。我的故事平淡无奇，小时候在家里待着哪也不让去，然后长大了就是上学，一上就是18年，国内读完了国外读，然后就回来混日子，一不留神就混到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但你讲的还真是平淡啊。不过你知道吗？这种生活是多少人向往的。哎，你后来搬家了，去了哪儿？后来我们搬去了继父的楼房。那段日子是我根本都不想想的。不过还好，我一天天的长大了。后来去了寄宿学校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能做的事情，除了学习，还是学习。听起来很枯燥啊。我的生活不止枯燥，是孤单。后来，我终于拿到了医学院的通知书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母亲入狱。为什么？法院判的是过失杀人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是你的继父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在儿童福利院做义工了。舒雅，嫁给我好吗？这一刻我等了20多年了。
说某人坠入爱河了，这可都归功于我的牺牲啊。你牺牲什么了？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要不是我跟刘备哥哥演的那几场戏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早在冰冷的外表下沸腾了吧。我冰冷吗？你简直就是一个冰雕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杨小川失踪了。小仙，你的诅咒应验了。说起来，那天来了一个人，穿着便衣，说是刑警队的，问我跟杨小川的事儿。开始弄得我挺烦的，后来他说他是你朋友，我就配合了一下。是他说杨小川失踪的。心里头乱呀，我得给你争取一点时间。争取什么时间啊？你那出场是你的东西，你得抓紧时间把它处理掉。所以啊，你是不是决定就此住手啊？我想试试。院长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看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来这家医院了？哦，我搬家了，我家周围也就你们这个医院了。本来是想看完病给你打电话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真是有缘啊。我看您这个更年期其实有一些反应是很正常的。哦，之前给您开的也都是调理的药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家。我觉得和你走得越近，就越不了解你。看惯了灯红酒绿，还是喜欢生活的简单一点。这里很少有人来，不过今天我终于把女主人带回来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我要说，你是第一个，你信吗？我，你先说。吃苹果吗？我要去洗手间。卫生间在这儿。
张院长一直想知道20万元的匿名捐款是谁寄的。偶然中，他发现云舒雅的字迹和快递单上的字迹一样。这个我今天早上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就有20万，包得严严实实的。怎么会是他呢？深陷爱情中的云舒雅，一边享受着刘飞带给她的从未有过的甜蜜，一边呢内心又极其的不安。她害怕刘飞一旦发现那些秘密之后会接受不了，会离她而去。因此，为了能守住秘密，也为了能够留住刘飞，现在云舒雅很想就此收手。可是她那些疯狂的行为早就让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，她终将要为这一切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总觉得这个云舒雅还是有问题。这女儿长得漂亮也不是什么好事啊，容易被人嫉妒。哎，我记得你说云舒雅对儿童福利院的那帮孩子不错，你是跟谁了解的情况？我是跟着云舒雅到了儿童福利院门口，跟看门的大爷聊了两句，是他说的，云舒雅对孩子们很好，而且还给职工们检查身体。这次啊，咱们针对所有不在编人员的这个排查，我们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毕竟现在犯罪分子狡猾，况且呢，咱们院孩子还很多，所以我们势必要提高警惕。哦，是的，但是在我们医院工作的人员都是有正当职业的，他们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过来帮一下的。那好，那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工作。哦，那是应该的。好，那就我们先回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你稍等一下。嗯。你们能帮我看一下下？这个是快递上的笔记，和这个上面的笔记是否是一个人写的？要这么看啊，确实有点像。这是啊，这个是我院前几天收到的匿名捐款，这份呢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云大夫写给我的医疗记录。我觉得吧，他们这两个笔记好像是一个人，但我又不能确定，只能请你们帮我鉴定一下。捐了多少钱？20万。这样，这个呢，我们拿回去，找检验科的同事帮着看一下。您看这样可以吧？啊，那就麻烦你们了啊。好，那就告辞。好，再会啊。再会。老崔，你会离开我吗？傻瓜。我找了20多年才找到你，怎么舍得再离开你呢？那要是你又找不到我了呢？那我就继续找你，再找你20年，哪怕30年、40年，我也一定要找你。可是那时候我们都老了，
的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猜一下，这儿肯定长满了胡子，然后牙齿都掉光了。眉毛是白的，头发也是白的，然后呢，这儿有皱纹。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其实喂，伤亡惨重，我马上过来。舒雅，工地出了点事儿，我得过去一趟。你在家里等我。三层以下建筑，也不能怨我们，不是？哎，瞪我干嘛呀？啊？你说咱们这出来做生意，不都为了多赚点钱吗？再说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我只管出货，那上面让我出什么我就出什么，啊？自己没看清，你还能怪我？秋鹏拿了好处吧？哎呀，咱们怎么说兄弟一场，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啊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餐厅还有俱乐部我觉得不错，不如这样，你盘给我，我给你好价钱啊。你早就开始惦记我的地方了。哎，你不是也早就盯着我的女人了吗？怎么能叫我搞鬼呢？商场如战场啊，这刘飞呀、啊、不过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干什么事情都没有长性。哎，我听说他妈妈从美国回来还带了一个什么富商的女儿，这肯定是人家心中相好的儿媳妇儿，你说你还跟着他混什么呀？大
自从上一次和刘飞分手之后，刘飞就再没有和云舒雅联系过。云舒雅跑进办公室找刘飞，却碰到了胡白堂。不知道此刻的云舒雅内心的刘飞呀已经非常信赖，因为那胡白堂挑拨的伎俩，云舒雅刚刚平静的心被彻底激怒了。他这个时候打算要为刘飞去做一件事情。这儿啊以前是一片荒地，刚挖地基不长时间，发现尸体的时候工人们吓坏了。喂，我知道了，城东头的芦苇荡里发现死尸。走。我是云舒雅，明天晚上10点在我们今天去过的办公室见。除了你，我不想看见任何人。这是刚刚拿到的验尸报告，尸体完全符合失踪人员的身份，其中杨小川的死亡原因完全不同，他的肌肉收缩得非常的厉害，我怀疑是被冻死的。另外尸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腐烂情况，但是没有明显的伤痕，也没有中毒的迹象。奇怪的是其中有一具尸体少了一根无名指，从伤口的情况来看应该是前几天被人用刀给切断的，就这具尸体上裹着伤。调查纱布的来历。真是不走寻常路啊！啊，这是他的办公室，我就是要在这儿。纱布是天北市第三纺织厂生产的，我们已经跟他联系过了。从销售记录来看，
只有和平医院太平间的纱布是从他们那儿进的。太平间的纱布不是由医院配送吗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好多医院的太平间是给私人承包的，这家医院的太平间也是被私人承包的。走，现在就走，去和平医院。好。怎么称呼啊？哎，我姓钱，警察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们找你们老板了解一点情况。我们老板不在这儿。啊，是这样，咱们这儿啊，有没有处理过从别处运来的尸体？哦，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个，我就是个干活的。您在这儿都干些什么呀？我平时就是打扫卫生，然后那个来的人的话，我们就搬运一下。钱师傅啊，对吧？对，看您手上的戒指不错。啊，那个假的，不是金的，那个捡的，带着玩的嘛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戒指应该是尸体上的吧？而且为了它，你还切了尸体的手指。钱师傅，人是你杀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怎么能杀人呢？我就是个干活的，我绝对不会杀人的，我就是帮别人处理了几具尸体。帮谁处理？前两天来了一个妇女，给了我一笔钱，说让我帮她处理一下，我也就是一时贪念。可是我们这也有规定，她没有手续，我们这不给烧，我就给扔了。带回局里。找到你了。那天我想告诉你，我妈来了，非逼着我去相亲。我本来想带着你一起去的，
可是公司出了状况，我都告诉那个女孩了，我告诉她我有女朋友，还告诉她我们的故事，她很感动，还祝福我们。现在好了，我妈也走了，她说不再管我们的事了，我们面前不会再有任何障碍了。我拿到录取通知那天起，我就知道我要解脱了。我终于可以穿上我梦寐以求的白大褂，终于可以摆脱这个令我恐惧的家。大一暑假的时候，我回到了家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变。在他想强暴我的时候，我用枕头下面的剪刀剪掉了他的喉管。母亲替我顶了罪，可我还是恨他。我以为噩梦都结束了，没想到教授却在我的水里下药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他说他爱我。我用他教给我的知识配成了毒药杀了他。我恨男人，所以每当我看到坏男人，我就会想尽方法的去接触，然后杀掉他，把他们关在我为他们建造的冰库里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障碍了。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爱神。最终云舒雅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，林小琴帮助女儿处理尸体，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。
根据我国刑法第310条规定，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、财物，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情节严重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林小琴在看到杨小川求救时呢，却并没有救他，而是依然把他锁在了如冰窖一般的储藏室里，致使杨小川被冻死。那么这样的行为其实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按照我国刑法第232条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情节较轻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林舒雅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的一方面，对这段不堪的遭遇，她也无法抚平内心的伤痛，仇恨让她失去了理智，变得偏执。她用一种扭曲的心理在解读着生活，让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暴者。法律给了我们很多权利，自我保护、举报、控告等等，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伤害别人的生命、健康和安全。如果在当年，林舒雅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，勇敢地去面对，那么故事将会截然不同了吧。看普法故事，品百味人生，这里是普法栏目剧，我是主持人图画，明天见。